大家好，我是快乐国的国王 John Hermes 一世。我是一个很好的国王，但是我快要退休了。在我们的快乐国有两位非常优秀的王爷，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到底要把王位传给谁。这两位王爷，一位在南方，一位在北方，他们各自也有非常庞大的大臣阵容。接下来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快乐国强大的王爷阵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北方，北方的外交大臣玛丽。玛丽因为经常代表我们快乐国出使海外，所以她常常忘了自己来自哪里，有的时候她是粗犷的北方女汉子，有的时候是娇小依人的南方小姑娘。讨厌。有的时候她是回到了粗犷的北方女汉子。来自北方的门面担当大臣脸脸，就脸长这方面无人能及。总厨王迅，王迅大人牙齿功夫了得，他可以用牙齿把玉米雕出各种形状。合着厨房里的东西全让我吃掉了，都以为厨房里有老鼠呢。我们不给你提别的过多的要求，鸡年快到了，你雕个鸡。啊，现在干嘛呢？啊，可以了。体育大臣海涛吴昕，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。吴昕每次都想躲，但是躲不开海涛。海涛总爱逗吴昕，吴昕一烦就打海涛，海涛就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但是每当吴昕转过头去的时候，海涛都想打回去，但是总是被吴昕看到，于是他就只能忍着。这是我们北方强大的阵容，请到旁边休息。